向东南方向出发，120米后右转，进入四川北路。前方100米，红绿灯路口右转，进入四川北路。
100米，红绿灯右转，进入海宁洞。
100米红绿灯右转，进入天童路。
方向，向南出发，720米后右转，进入金陵东路。
100米红绿灯右转，进入黄陂北路。